哦哟，哇，这眼神很亮，公主没有露背，连身的哈，这个颜色今年好多，对，好多品牌会出这个颜色。对，就是其实今年虽然有出高彩度，可像这种就是带一点雾色的黄色的，蛮多品牌今年都有出的。对啊，然后像其实我觉得壮壮他，我今天帮他配的还是跟他的形象比较稍微符合，因为他感觉虽然今天他穿的是两节，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露你就是其实细节在胸跟背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它其实，对对对，因为它其实像这种，它的臀练得很漂亮，对，穿这种有点，就是有点裤裙感的这种连身裤就非常可爱，可爱，对啊。然后配件的部分，就今年很流行厚底鞋，所以我帮它配了一个比较高彩度的厚底凉鞋。然后包包的话也是有点复古感的，就是有点七零感的，这就是那个牌子，就是。它那个金属就应该很明显知道是那个品牌，然后它今年颜色也是出的比较大胆，刚好就是它身上有很多七彩的一些细节可以跟包包做呼应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这样蛮可爱。然后它发型刚好很厚，我觉得蛮适合这套衣服的，就刚好不用改头，这都很推高彩度。哇，这颜色好亮！对对对，这颜色其实这颜色穿起来亚洲人会超显白。这如果有男生的话，我一定买。我这男生如果穿橘色，对对对，男生穿橘色，橘色其实很适合亚洲人，像壮壮也可以这样子配个金色大耳，没错，对，那颜色很漂亮。对啊，这橘很美，又或者是说这个就很像我前面一开始的 rap， 哎，我也喜欢，对对对，我也喜欢，这也是就是比较随性，像阿喜你刚刚不是就也是比较随性的那种 look。你也可以进阶像这种感觉的，就是很简单，然后里面就穿个就是运动背心就可以，颜色很漂亮，没错没错，哇，也是颜色，今年都好大胆的，我今年真的是非常推荐高彩度，那因为这样有点看不太清楚，其实就是你这边就是只要扣一格，你打开里面就是穿那种很美的内衣，或者是去海滩的那种针织的那种内衣搭在里面。就很美，一样是可以延续西装外套的那个造型，对，然后又或者其实今年的西装外套有出很多，哇，荧光，对，这个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懂，这个就是绑带，绑带，没错，就是要绑，就是你会露腰，然后这边就是会有很多绳子，哦，凯凯应该知道那种，这个强强穿应该很好看，对，但是它就是要有这种设计感，前后绕的，绕到前面，然后后面让你这边有点层次，没错没错，这种有出西装外套，然后也有。出像这种针织的，像今年就是你，譬如说你刚生完小孩也是 OK， 就是这个地方刚好是肚脐以上的，所以其实这边就比较不会有，这里比较能露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你下面啊，可能配黑色的牛仔裤或白的都很 OK， 像这种都很推荐大家。好可爱，好可爱的，很可爱，就是那种装可爱的小包包，小背包，没错。但其实这个也没有，这个蛮能装的啦，这个很能装哦。这个我真的是大推，黑色那个超能装，好可爱。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珠宝盒系列，然后今年有出三个颜色，对，然后里面很美，里面很好看，很好装哎，它有带，那个很好看，对对对，它而且它的。背带也非常美，哎呦，这很美哦！它背带真的超级超级美，就是有很多，一样他们那个舌头，就是真的，就是那个珠宝品 logo， 对对对。然后它有出红色，它红色的话里面就是配，就是桃色。然后最棒的是，它这个还有出这个夹层的格子，夹层放些卡，对，这样子。你就是可以放完一层之后，你还可以放东西，而且这个下面可以藏钱，这大小手机又能摆，这可以摆哦，对啊，手机可以摆，这个很美。然后再来就是，哦，哎呀，哇，真的很想推大家，就是这种高彩度，而且这个其实有接近一点荧光，是它是有荧光橘，它有点哑光。可是它是什么材质？对，它材质，它应该是牛皮吗？哇，它是可能会刺眼的，好亮。对对，它真的很亮，会刺眼。这样常常都不会不见。对，像常常肤色就超适合这种。可以可以，常常很适合这种高。好看，而且它又黑。你的肤色好好看哦。对，买单了啦。这个好强懂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哎呀。可以啦。还力，花钱了，花钱了。不行了，SPA少去几次就可以。对呀，可以了。盖什么盖什么？哎，请问蹲
下来，哎呦，那个死了，哎呦，磨的对下来，哎呦，好看哦，哎呦，还想不想看了？哎呀，继续欢迎，是的，对，而且它皮革侧面有紫色的那个拼接，哦，对，哦，对呀，对，好细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颜色，我觉得也是蛮适合今天，嗯。对，今年大家就是要露，你的颜色也要选对，嗯，还是这样推荐给大家。年轻妹妹今年就要大胆穿，微露性感的连身短裤装，背上高彩度的单品配件，加上超亮桃红高跟鞋，街头最亮的就是你。